你就早上10点就出门啊，早上8点就出发，哇，这么多人。8点出发就是去那个基隆吃海产啊。那可能5点出发嘛，可能3点出发要去鱼市场调货。这个应该是谁？嘟蛙，是嘟蛙。Lita， 对啊。是嘟蛙。嘟蛙 Lita。